嘎发还是比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巍老师，唱泰家来吼公哈嘎发，说客家话喽。第一句，太阳要下山了，来准备回家吧。你睇我落山咯。 日头就是太阳。哦，落山落山就是从山那边落下去，就是我们说的下山了。准备转屋哈喽，准备就是准备，转屋哈，就是回家的意思啦。哎呀，这么好玩！按后告，告就是小朋友最喜欢的告，就是玩耍。按后告，这么好玩！Honey b y 一就是二，所以 Honey。 失就是第二次，那就是下一次喽。哎，寒爱来了，我还要来玩哦。好啦，那把垃圾收一收哦，不要破坏环境的清洁哦。老听 set 叔叔啊，s u set。 就是垃圾，叔叔啊！哎，收一收咯。嗯，好，就是不好，那就是不要。破坏就是破坏了，反正给清理哟。清理就是清洁干净。我们请特别来宾开口讲客家话，让你听哦，请听。哎，你头位落山了，准皮算不好哎。安好搞，哈尼拜，哎，汗乌来了。 老提说叔叔啊，莫破坏环境给乡里哦。耶、yeah! 欸！每年暑假，徐威老师都在苗栗的家乡度过。每次上台北都讲这句话哦。安后告哈尼拜，行来行爱来了。今天呢，学到这了，安子说拜拜。